没有局的下半，新农牛队现在1-5，4分落后。这个半局从第二棒阵打红开始打，阵打红前两次打击他都给人家打第一球，结果都是二垒滚地球遭到刺杀。那这一次呢，第一个球没有打，结果是一个好球。又来一个好球，哦，都没打，结果都是好球。 前两次的打击都往二垒的方向哦，其实击球点都还不错，力道也都蛮不错。不过稳几个败，那也不要说因此认为说打第一球不是好的策略。哇，结果这个球要打不打？结果询问三垒审判定出棒，三球被徐志华三振。